朋友。往常呢，我身边有一个搭档叫阎鹤祥，今天呢，我哥也是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来不了了。郭麒麟，我一个人啊，给您各位表演。怎么回事儿你？你不说你今儿来不了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特着急回来演出，关键我找你有事儿。找我还有事儿？那可不嘛。这今儿这么重要的演出，你干嘛去了？哎，我去了一趟这个迪拜。迪拜，迪拜，对对对。嚯，那有钱人可不少。那可不嘛，我在迪拜有一个亲戚。你在迪拜还有亲戚？你看看，嚯，这个论着啊，是我远房的一个大爷。哦，你大爷。不是你大爷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就是别骂街啊！您的伯父，哎，拎着是我远房这么一个伯父，人家现在是个大富翁，在迪拜都能算上大富翁。我跟各位说啊，我大爷啊，在迪拜有一个小的招待所，可能你们都知道。你看，这不帆船酒店吗？那可这24小时热水，各位，真的。行了，您说这都是人话呀？这是小买卖，各位。还有什么呀？在印度洋，他那公司有6个船队。船队？那可不嘛！我的天，整个迪拜啊，所有的银行70%是我们家这买卖的。你们家是海贼王啊？你们家？那可不嘛！我的天，房地产公司啊，趁那么20多家。嚯！波斯湾我们有7-8个小油田。小油田。不是，您各位不信，我听着你说的有鼻子有眼儿。那可不嘛。那您不是您说清楚，您到那儿干嘛去呀？这个我大爷这么趁钱啊，家里出了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老头今年90多岁了啊，没了。老爷子90多岁啊，趁那么些钱，对，死了没了。那他儿子得多高兴啊！你也有那一天。这是心连着心，你们是不是就有钱？然后呢，你说呀，有钱不如你们家。怎么会呢？他人家这么有钱。你们家俩儿子，人家一个儿子都没有。哟，绝活。完了完了，你怎么说话比你爸还损呢？你不是，你想这事儿啊，老爷子这么有钱，一死怎么办？这钱给谁？没儿子，人家有4个姑奶奶。姑奶奶说了啊，这堂家业谁也别留着，嚯，大办白事，给老头发丧。嗯，我们这白事办得有多大？我告诉你各位，整个办那出殡当天，拿这白布把这迪拜城全都给盖上了。整个迪拜为老爷子披麻戴孝。那可不嘛，就这么大势力。我的妈呀！为什么这回我回来呀？嗯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大爷啊，最喜欢听的，就是你爸的相声。你看这回人也没了，4个姑奶奶一说，老头生前就喜欢郭老师，这要是在葬礼上把郭老师要是能请过来，哎，陪老头躺一会儿呢。啊，不是，我说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，就是说能参加一下这个仪式啊。哎，老头在天有灵，能看看郭老师啊，走了以后又对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事儿这得我去呀。我，人家喜欢的是郭老师，人喜欢的不是您。我比我爸爸强啊，他不脱离时代了。郭老师啊，没人看他了。再者说你糊涂啊！啊，你让郭老师，他得带我师傅于谦先生去啊。对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要去，我带着你，咱哥俩到，咱不得把这钱就赚了吗？行，那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啊，最喜欢听的。就是你爸的相声。你看这回人也没了，4个姑奶奶一说，老头生前就喜欢郭老师，这要是在葬礼上把郭老师要是能请过来，哎，陪老头躺一会儿呢。啊，不是，我说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，就是说能参加一下这个仪式啊。哎，老头在天有灵，能看看郭老师啊，走了以后又对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这事儿这得我去呀。我，人家喜欢的是郭老师，人喜欢的不是您。我比我爸爸强啊，
他不脱离时代了。郭老师、啊、没人看他了。再者说你糊涂啊，啊，你让郭老师他得带我师傅于谦先生去啊。对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要去我带着你，咱哥俩到，咱不就把这钱就赚了吗？行，那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事。对对对对对对 对, 对，这个去可是去，有一个小问题咱们得沟通清楚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个白事啊。对，整个迪拜都拿白布给围起来了，您看您是不是捯饬一下啊？怎么穿什么去呀？您穿说我有那个，就这个行不行？演出服？哎，不行，那不行，这是个白事，您看您是不是系一根带子装点一下？您看白色的带，嗯，孝带子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不，您这个，我这为您好啊。不是，我是这意思，哥啊，咱是这样，我们到那儿去吧，嗯，给你大爷演出，那应该的。哎，赚多少钱无所谓啊。那是。问题我跟你大爷非亲非故。您就说您记不记？不是，这要是记呢？只要您记这个白带子啊，临走的时候出白布那布厂，我画到您的名下。可以，这可以了吧？好，哎，我记不就完了吗？我只要记那纺织厂的给我。那可不吗？行，记，您该记。老头这岁数，您记着不寒碜啊？我是您的朋友，我到家去，我记个白带，应该。你孩子多懂事，不寒碜。不是为了布厂是吧？多新鲜、啊，就是为了这咱哥们交情。哎，对对对，啊、行，把这个带子系上了。系上。这袍子是不是也穿上点？我这不穿着长袍了吗？我不是这袍，我说白色的袍子，合上领儿，夸一围，把那个白孝带子系这袍子外边。你这是孝袍子，也叫孝袍子。不，这坚决不行啊！这怎么不行呢？孝袍子，还是我非亲非故啊，对不对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，我都不认识你大爷，我穿一孝袍子，我算干嘛地呢？您要是穿，嗯，我们姑奶奶说了，临走的时候拿两条黄瓜像话吗？啊，金子。四两一条，十六斤半。我就问你穿不穿？穿，哎，穿就好，大金砖呀、啊，这是。那可不嘛。行，我那我穿一天。哎，穿一天。不，这还有规矩。什么规矩？穿一天拿一天的钱，穿49天拿49天的钱。哥，穿到我死都行。说相声就这么仁义，你看看、哎，应该的。得嘞，袍子穿上了，我就爱这色儿。哎，得，啊、袍子穿上，把那帽子也戴上最好。我戴一个孝帽子。要嫌太素呢，再来6个红绒球。那也不成。怎么了？男人最看重的就是脑袋。你在我脑袋上面夸弄一孝帽，这算什么呀？不是，这再者说，我什么职业？我是演员，我是演员，我们有自己的尊严。我要为了艺术可以，戴着帽子给一个油田。演员为什么不能戴？你是为人民服务的呀，对不对？人民现在有要求，那就得戴。不是因为钱是吧？不，跟钱没关系啊，就是这份心。那也不行，咱不行。您光说不行啊，我也不知道您到时候怎么样。那什么意思？咱现场来一回怎么样，各位？哎，等我一会儿啊，哎，这不是，不是你带着这个怎么过的安检？我们从这给您定做的，这是。我穿上好看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各位上演。活脱可以了吧？不赖，行不行？走吧，咱出发吧。还有一个事儿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？这个出殡当天啊，您这么穿上以后呢，再帮我拿点东西。什么呀？嗨，这就是一个大长棍儿，上面贴点白纸花啊、碎布条啊，啊，银钱金钱那个，有的还写着字儿呢，什么的“莲花朵朵开”呀，什么“西方接引”呢。小玩意儿，您到时候您就帮我拿着，哎，走这队伍最前头啊，您哎一晃，到那儿以后直接火了。我明白了，翻儿啊，这个 对吗？也有叫翻儿的，干嘛也有啊？都叫翻儿。
哎，找打范儿的来了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没有过去。我告诉你，可看错了人了你啊！不是你别，我还拿你当什么好人呢你？不是你少来你！我告诉你啊，不是咱有什么好好说过去。我说怎么回事？到这儿给老绝户找儿子来了，对吗？儿子出去才给爸爸打范儿的，找我来是不是？我跟你说过去了。我是看中这份家业呀！什么？我那都不要了，这都给你呀！我不要，我不爱。怎么了？不给你？你怎么不去呢？我不像啊！我像是不是？我像我也不去。我告诉你，怎么不能去呢？不能去我！为什么？我爸就跟那儿坐着呢，我。我咱有什么好好说过去？我说怎么回事？到这儿给老绝户找儿子来了，对吗？儿子出去才给爸爸打番呢，找我来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过去了，我是看中这份家业呀。什么？我那都不要了，这都给你呀。我不要，我不爱。怎么了？不给你？你怎么不去呢？我不像啊。我像是不是？我像我也不去。我怎么不能去呢？不能去我。为什么？我爸就跟那儿坐着呢，我。我父母双全啊啊！这同行同业不出我纪念骨啊，这观众知道了不骂我呀，我能去吗你？这是我的尊严，我不去。可惜了这份产业。滚！谁要 ？Get out！ 无所谓，这都不叫事儿，人家有钱，看不上这个。谁要去？最可惜了的呀，我大爷跟前有100个丫鬟。好100个丫鬟，世界小姐选美前100名，最矮那个1米80，最高的1米96。我大爷说了，只要是郭麒麟能参加这个葬礼，这100个美女郭麒麟随便挑啊，娶一个当媳妇，剩下99个陪着他到南太平洋找一个小岛。各位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，住着这房子，开着那个游艇，找谁不行？你说我好心好意，得了，你要不去啊，我找常远去，不能了。干嘛都是说相声的，谁去不是去啊？对不对？你去吗？我考虑一下。我行，我行，我行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。谁呀？我你能去啊？我能去，我能去。你不能去。咱不能去。你爸爸就坐那儿呢，那都身外之物啊。观众可笑话您啊，他们那是嫉妒。得嘞，那位最好去，就是您去了。去太好了。我这么着，咱还得现场演练一回。这怎么演练啊？现场这就不是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了。那是什么？这就是迪拜我大爷的灵堂啊。在座的诸位，这就是我大爷的生前好友，感谢您的光临啊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我大爷的遗像请出来，来，有请我的亲大爷。这是你大爷是不是？为什么说我不像，知道了吧？我明白了。哎，我现在确实眼泪要下来了。那可不嘛，这就是锻炼你跟你亲爸爸死了是一样的。我明白了，你放对不对呢？你放心，没问题。我们说相声都臭不要脸，知道吧？可不是人着呢。得嘞，到那这就跟我亲爸爸死了一样。那番能打不能打？太能了，能打是吧？可以可以，来啊！怎么你还准备了？那可不嘛。还挺漂亮，哎呀，这个很喜庆啊，很喜庆。好了好了，那咱就别耽误时间了。一会儿啊，咱演练一回，行的话，咱马上奔迪拜。行，好。一会儿从那边我搀着您，哎，咱就往这边走。行，这现在就是灵堂，我一喊孝子少痛，您就哭，我就哭。到台口，我一说孝子行礼，跪地下你就得喊爸爸。啊，行行行。我说李成，您起来，咱这事儿就结束了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各位做个见证啊，行就行，咱就来就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太开心了，这太开心了！哭啊，那表情啊，情绪啊，跟你看看这表，看看啊，这财产都是你的。好好好，孝子少痛啊！
连那个钱都给我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小子少痛啊！油田也是，全是您的，你给你们洗澡都行，不是？保持情绪啊！保持情绪。孝子行礼，爸爸。李成怎么样？真不错。走啊，干嘛去？去迪拜。去不了。怎么？其实我大爷没死呢。我去你的吧，我。